8月21号调到埔里国小来，刚好9月21号发生大地震，整个学校都被破坏掉，所以当时就找上了正言上人，因为学生将近3000人，老师一共有150几位，一口就答应，他要帮我们重建，也是南投县第一个认养的学校。慈济援建埔里国小之后哈，那已经有20年的时间，在上个月吧哈，就是6:30哈，在花莲正央，我都请我们小朋友，你们不用害怕，这慈济盖的哈，8以上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的防灾教育还是要继续做，我们是很落实的在办理。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个礼拜六日啊，都会有慈济的师兄姐带着营队来到学校做一些活动，他让家长、老师还有小朋友的心灵啊，都变得比较快乐，就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。我最深感到骄傲跟安慰的，就是盖了这所学校，把慈济的精神拿来教育孩子，绝对会是成功。